湾的朋友非常关心公共议题，那但是很多时候公共议题不见得那么容易可以，就是在带有酸味的那个很多的那种平台上面，可能真的这样子带过去了。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些实际的互动，所以他们就在师大夜市，就几个人总共拿着箱子，拿着麦克风，就希望能够跟大众来去做一些讨论。那持续性图是这样子开始的，一开始是在台北，那陆陆续续其实在台湾各地都有这个展开。那我们台中折舞其实就有这样同样的一个惯例，就希望说一开始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发声的机会。所以前面一开口的话呢，我们会做一个让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啊，譬如说，你今天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好，那或者是你对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想象吗？为什么特别来听这一场？好，那以及就是大概一个人就是10秒钟的时间，你可以大概想一下，或者是就没有特别的想法，也可以让大家认识你，就是说，我是谁，然后我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那可以请曼宇来跟我们大家做一个那个示范嘛，就譬如说我怎么样来跟大家自我介绍，或者是有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从考古系变过来嘛，就是好像是在挖东西的，那所以我想知道它跟日食有什么关系。所以上面大概就是一个示范，就是为什么来听这场这个主题？那当然可能在座也有一些是今天讲者认识的朋友或者是粉丝，然后你们对于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就从第一排开始，可以吗？那后面的朋友你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你是认识的，你也可以把你这十秒钟让给他。如果你们现在共同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也是公共性的，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大家好，我是宋东东，我往 FB 上面的名字叫宋东东，然后我是蔡老师的学生。那我本身对撒哈拉这个地方也有蛮多的梦想跟幻想，所以我今天想来听听看他的介绍，这样谢谢。大家好，我是谢可乐，我最近对沙漠有一些，你坐这里吗？一些我不知道要说梦想吗，好像也不是，应该说感兴趣吧。所以今天蔡老师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分享，所以我就一定要来听，就是这样。那如果说这在座各位有人去，也跟老师一样去过撒哈拉，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经验，有人有去过吗？好像我觉得所以今天听这场应该是非常非常新奇的一个经验。大家好，我是林宇，然后我是刚好东东和我认识同学，对，所以就有缘能够来这里接近沙漠一点，对，就托这个老师的，对，希望对今天一定很精彩，所以一起期待吧，谢谢。那想请教一下，那你今天这一身的打扮是来自于跟撒哈拉有点关系？我希望有关系，但还不太有，对，就正在努力中。Okay, 那所以这些东西是从哪边来的？因为就是对一些印度中东文化，因为我们也有在学中东舞，啊，对，也顺便广告了一下，对，而且就很有，对这个异国风味觉得很有趣，有兴趣这样子。好，谢谢大家，谢谢。我换一支比较大声一点，他就会帮传一下。站起来不站起来都 OK， 但站起来让大家比较能够知道。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的学生，然后叫洪建明，然后这一位是，这位是张良，好啊，这位好啊，这位夏秀慧，我们现在是暨南大学的学生，然后算是来这边中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形机会场馆朝圣的，然后我对撒哈拉沙漠最深刻印象就是我小时候我亲戚送我一本书，它是三毛的《撒哈拉故事》，对，有点跨越年龄，对吧？我希望来这边能看更多，不是书里面所讲的。
那请问一下，你是暨大什么系？有跟人类学有相关吗？我是中文系。哦，中文系。那你们都是中文吗？我是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人类组，所以我想说，就是是来听听看，就是以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情的话，会是怎样的视角？对。好，那我们请你的同学继续。大家好，那我是暨大中文系的同学，我叫秀慧。然后就今天我们也有一堂课程，就是谈社会创新，然后与社群经济，然后也在这边就是好办这边进行，然后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一起听哲武的讲座，谢谢大家。哎，所以在座各位有第一次来好办的吗？有哦，所以就是下午的活动，然后可以去参加。大家好，我是李君，那我是台中人，但是我现在住在埔里，然后我在暨大工作这样。那我今天会来，其实是被人类学跟旅行这两个名词给吸引，就是我自己也有异国旅行的经验，那我觉得有一些在异国对当地的凝视的这种经验，其实让我很难忘怀。有时候我想要回去回顾或者是整理的时候，我会觉得千头万绪，可是我总觉得那是对我来讲很珍贵的经验，所以我其实是很想来看看一个人类学家他的旅行观跟旅行的经验是怎么样的。对啊，讲到撒哈拉的名字就觉得好像眼睛会很热，就在一直盯着这样子看。那请下一位，女装的同学。环境我就是台中女装。今天为什么会来？第一次来吗？第三次，高三了耶。对。要感叹一下。我很向往旅行啊，所以现在好有机会。我要讲完整，然后我也是台中女中高三，然后就我想知道旅行除了旅行之外还能有什么，就是其他。旅行除了旅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所以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旅行是怎么样的旅行？才会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想象中的旅行就是玩或是观光，然后我想知道就是除了玩跟观光旅行，还可以带有其他不同意义。下一位。大家好，我毕业于新竹大学社工系，那我现在在台南当替代役，我是南投人。会来，我平常之前就会来哲武啦，对，然后我对这次的主题也是蛮有兴趣，因为沙漠在我们的语言中常常出现，可是实际到过的人却非常的少，所以虽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实际到现场，但透过这样的分享，也许我可以更了解让沙漠跟人类还有一些文化民族之间的关系。大家好，我是月光，毕业于新科大，我也是南投人，是昨天这位找来的，然后刚好就是看到这题目好像读完一句，所以就带起来看。那可以请教一下吗？你印象最深刻的旅行是哪一次？就是来个爬山吧。爬山，台湾的山吗？还是国外的山？哦，森林系哦，所以常常在爬山。其实你常常在爬山，那个应该爬山对来说没有那么特别的，是发生什么事情？像你说，就觉得刚刚那个就是沙漠，相对于爬山是不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对。对，想要来听听看不一样的一些体验。谢谢。我是婉仙，然后我是学弟，就是陪着我来。我自己本身的话是在森林大里面工作。那其实我在旅行的经验是从登环，就是旅行，然后一直到我们尝试就是去做那个更长期的，因为我之前有去柬埔寨做过旅游，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礼拜里面就觉得那个环境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去挑战了一年，一去澳洲打工旅游。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经验里面，我很清楚的知道，时间越长越长，你的旅行都乱。那我觉得那个经验是一种灰气，你可以窥视到很多日常生活的一些困惑，但是你没办法串联成正能量。就是想要去借由自己的演讲，去了解说是不是有什么角度是我那时候忽略的，就一直这些旅行经验在我脑袋里面还是混乱的。谢谢。
好像旅行有的是准备要去旅行，看看有没有不同的旅行方式。那感觉像刚刚这位小姐的旅行经验是很丰富的，所以她用窥视，好，这虽然已经很接近了，包括在澳洲一年多，但是相对于今天题目的那个名字又好像有点不一样。大家好，我是那个文化澳洲的艺术师。然后我进来的时候就是在搜寻这一关，所有学生跟我说他们今天会来，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对啊，然后我在文化高中教了蛮多年，可是今年九月份开始我跟学校起了联职停薪，所以我目前是在东华大学读财经教育。那今天的课题是跟旅行有关系嘛，然后也跟人类学家的整个观察文化的一些深层的探视有关。像我自己是就前几年在自助的时候去了中国青海跟西藏，然后还有去了秘鲁，就马丘比丘克孜鲁那一带的时候，我是得到很多的一些冲撞跟自己深层的一些反思，然后包含我自己在教育现场里面的一些想法。那同时再加上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在教学现场跟学生很大的一个互动交流中，就是让我有想要暂时出走学校这个正规体制的一个念头。那因为我现在在东华所读的环境教育上里面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生态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是从比较属于人文社会观察的角度去看待整体的自然生态也好，人文生态也好，这样，所以我今天对这个讲题就蛮感兴趣的。我现在还在想，是我的学生怎么还没有出现呢？对啊，对啊，那好像前几场都有看到那个文华的同学过，所以目前累积到现在好像有就是除了玩乐之外的旅行方式，有服务的旅行方式，然后有出走，还有社会关怀的旅行方式，就是好像大家累积起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我玩乐一下啊，可能这也是一年纪最大的跑到上海参加这个今天的讲座，然后我一进来就被这些图像吸引。我对这个地方充满好奇，我是第一次来，然后我会来参加是因为我最近加入老师的 FB， 我就被他的 FB 吸引，然后每次看，尤其对蔡妈妈，我是他的粉丝。对，然后刚刚有主持人有问旅行哈，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旅行对我来讲就是到处乱晃。有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是有一些偶遇，那这样就很高兴。比如说我今天来这里，我就感觉就有旅行的味道，好，因为我来一个新的环境，接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我就非常好奇。我是你的同学来的，那个前面这几位，等一下我们会回问他，就请你做一下自我介绍，阶段有十秒钟。为什么跳过去呢？讲一下名字，为什么哪里来？为什么今天来这里听？不要吗？来一下嘛！真的，只要讲句话就好。不要，太客气了。那旁边有你认识的朋友吗？哦，那要不要就是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哦，是女儿，所以妈妈跟女儿一起过吗？对。OK， 好，谢谢。大家好，我叫庄佩珍，第三次来折武。然后这个题目还蛮吸引我的，因为最近日币不是贬值吗？大家都去日本嘛。我觉得台湾人好像眼中世界地图就只有日本人，然后往日本跑。那可是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旅行的，觉得其实世界还有很多很多丰富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走进环境这样。嗨，我是许周华，然后我是就读东海大学，对，然后我喜欢旅行，因为我觉得旅行可以。看到自己不同样的面相，就是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样子。所以有的人出去旅行，除了逃离自己现况，有时候可能什么，就跟自己作伴，然后在不同环境更能够不只是观察外面，可以观察自己。大家好，我暨南大学刚毕业，然后我在廖俊杰，然后就是我对这个题目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单纯。学姐有在看到学姐抛的讯息，然后就，所以学姐是好朋友，对不对？假货到学广，对不对？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讲题，然后透过这样推荐可以来到现场，欢迎以后常常来。
大家好，我是陈志，然后我在立新基金会工作，然后之前有荣幸就是看到老师一堂就是中东舞蹈那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对，然后就是你今天来想说这个主题可以增加一点文化的刺激，对，那我觉得很期待，就是非常谢谢。大家好，我叫刘耀宽，然后我从东海食品科学所毕业，然后现在在全当地。然后我今天会来听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旅行跟那个沙拉的那个字眼，然后就是还蛮好奇，所以进来听看。然后另外我是那个绿川工坊的志工，就是我跟曼宇，然后还有一些伙伴，就是最近在关，就是在关注绿川的事情，然后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来改善绿川，谢谢。站起来让大家认识，就是如果大家对于绿川这个，因为跟环境有关系嘛。就是如果对绿川还是其他东西有兴趣，可以跟我聊一下，谢谢。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绿川就是市集的时候，我们有进川活动，那之后也会陆续举办，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因为大伙伴嘛，那这附近就有一些环境的，那像绿川就是其中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感觉到的，所以就是之后可以陆续关注绿川漫漫，就是我们的那个。本职业负责人。大家好，我是中兴大学机械系，然后我叫曾仲佑，就是我从小在山上长大，然后平常有空也会回去帮忙，所以旅行来讲是没有很难的旅行，所以就是借由这次讲者，然后就是透过人类学家就是不同的角度来就看这一次旅行。像你在山上是做什么？就是做离山，在离山，然后是种蔬菜跟水果，所以就是假日都回去帮忙。对对。大家好，我是我叫陈丽璇，然后我是台中市教育大学台语系的学生。那今天会来主要是因为之前高中国中上课的时候，老师对于沙拉拉沙漠总是就是简单几个词概括，然后想要分享。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的学生吴允琪。然后因为沙拉沙漠，因为沙拉沙漠就是让人感觉很神秘，然后想要多了解一点，而且就是尤其是旅行，可以就是发现更多。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郭颖珊。然后我是读中交大台湾文学系一年级，然后因为课堂上老师推荐我们来这里听听看，就哲学的殿堂。我是苗栗人，可是我读客家，然后读这个台语系还是有点崩溃，因为我本来是也想要读人类学。那可以用客家话来介绍，因为之前有台语介绍，但没有客家话。客家话。大家好，我是吴以山，我是苗栗人，三一，对，米，都，哈哈，好紧张。猜三一，三一，大家的地方小地方。然后我跟大家介绍是客家小炒的客家话怎么讲。客家小炒很简单，就两个字叫炒鸟，就是炒肉。不要跟客家人说。然后是哈嘎小炒某种东西，我们就直接讲炒肉。然后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可以来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的学生江子晴。然后因为平常大家对沙漠觉得很热啊，然后就很干的地方，然后住的没有什么。然后就是想说旅行，所以去那种地方，然后希望可以听到就是去那边到底可以怎么样发现新的东西。大家晚安，我是子恩。那我目前就读清华大公大七四年级。那我对撒哈拉的印象是来自于妈妈的，她给我的一本书，就是也是三毛的那个《撒哈拉沙漠》。那我在那本书上幻想过很多很多特别的场景，所以我今天想要亲耳来听听看这位讲者的分享。你幻想什么场景？啊，你幻想什么？
三毛他在那个沙漠里住的那个小屋子，然后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一些神秘的想象。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叫阿贤。会来听这次演讲，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些旅游的经验嘛，就可能台湾几次环岛这样。那常会觉得说，就知道说，我来到这个地方，那我要怎么去跟当地互动？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可以来听听看第一次的分享啊，以及一些想法这样子。你是用什么方式环岛？交通工具是？交通就机车、脚踏车，然后走路有走一半。为什么会？那你机车走一半，走路是指？啊，没有，就是分次这样子，有一次机车，一次脚踏车，然后一次走路这样子。大家好，叫库里，然后目前是上班族。那说说过来是因为对旅行这个领域蛮有兴趣的，谢谢。大家好，我是玉芳，也是社会工作者。然后其实我在附近工作。然后大家今天看到墙壁上的话，是我最近在这边办的活动。然后我今天想要过来，第一个当然是除了去支持好办，我希望大家空间支持在。然后第二个是我很久很久没有，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去好好的享受，不管是人类学的观点，或是享受一趟旅行，所以今天是留一些时间给我。Hello， 大家好，我是逢甲机械的钟文鼎，然后我也是客家人，因为我是屏东内湖的客家人。那为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这次参加这一个活动，因为我一直知道跑那个折舞的活动，只是我这第一次来，是因为之前有课，只是这个主题很吸引我，因为我热爱旅行，只是我这次吸引我的是它的国际之风，就是文化冲突的这一块，因为。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到底国际志工到底是什么心态去从事这样活动？很多有正面的成长，也有负面的，所以我想看从这一次的主题能找到这一次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双，然后我是台中人，然后我今天是对那个人类学家还蛮有兴趣的，因为我修过那个文化人类学，然后对人类学者充满了一种浪漫的幻想。然后今天有缘可以，就是跟人类学家面对面做接触，对，非常期待。你说有怎样浪漫的幻想？因为他，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等一下想要听听那个文化人类学家的介绍。修哪里的？啊，中兴大学。可是我说那个，人类文化学中心是历史系的。通识。对。谢谢。大家晚安，我叫做 Alan， 那我会来参加这次的讲，因为看到 FB 上面有写说，在像这种发展中国家，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遇到一些文化上的冲击。那其实像台湾也经济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在想要经济的同时，也或许要牺牲一些东西，像前阵子一些有牵涉到政治的东西，对，但是用不同的观点来看。一些跟经济相关、跟文化相关的东西，想要多了解一点。大家好，我叫杨文，然后我也是因为三毛的书对沙拉有非常多浪漫的想象，所以就把三毛的书都看过一遍。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大学有上人类学的课，所以我就想要好奇一个人类学家在分享沙拉的经验，因为对我来说三毛毕竟太。大家好，我是瑞芳，我现在在工作，那因为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所以今天是来学习的，谢谢。大家好，我是思伦，那我本身就是之前是那个思伦老师的学生，然后就是我舞蹈也是体能增值之后，然后就一直 follow 老师的讯息的，然后一直觉得老师他的观点啊，
还有就是还有他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他自己知道，所以就是他只要办中部附近的讲座，我几乎都会参加。谢谢。可以讲一下你刚才说特别欣赏的是什么？就是满组长，就是西任老师，他用他的那个就是人类学的角度跟观点，然后去很深入的剖析，就是比如说这个地区他的人文，还有就是他旅行的时候，可能就是看的观点会比较细。所以我就是很欣赏他这方面，而且还开始让我觉得他很勇敢，就蛮欣赏他的勇敢这一点。大家好，我是钟子。那我今天来也只是就是算是好奇，一个人类学家到底是透过他的旅行凝视观看撒哈拉这个部分，所以我今天有点来，就像是凝视一个人类学家的旅行凝视啊，所以也只是好奇来看看这样。大家好，我是子瑶。我今天会来这边是因为刚好就是有机会入住，然后觉得这个地方不错。那我对沙拉沙翁也是三毛的书，然后好像今天有那个比较想要摩洛哥这个城市，所以还蛮兴趣的。就是这样可以，好吧，谢谢。哦，对不起，我刚好后面忘了漏掉一个部分，就是除了今天蔡老师为我们大家做介绍之外，我们后面是会留一些些时间，就是听完老师的介绍，可能我们会从想象会慢慢开始比较具象，那可能后面有一些部分，也可以大家在听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自己心中的更进一步的一些问题或是感觉，也可以跟我们就把提出来做讨论。后面有个 Q&A 的时间，那我们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分享？我们会拉到后面去，我们这边就是先生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吕勋，上班族。然后我大概两个礼拜了，其他都还好。那这边是刚刚那个自我介绍的历史老师的同学吗？好，来，请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文华高中的陈林商，目前是高二。大家好，我是文华高中的陈林商校长。大家好，我是文华高中的杨泽雪，然后我今天会来是因为那个文琪老师就是发这个链接给我，然后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兴趣这样子。邓子欣，啊，也是妈妈，所以他发现只要是母女档就会有一位代表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所以刚刚我们大概收集的就是超过三个以上的三毛，所以会想到跟撒哈拉有关，然后他也讲一些跟旅行的一些想象，后面还有一些朋友。那我们今天先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Claire， 那我是世界的朋友，然后他给我一包撒哈拉沙漠的沙，请我帮他做手工皂，但是我现在还是我的债务太多，工作债务太多，我今天才先来听他讲撒哈拉沙漠，回去比较有感觉，比较灵感做得到。大家好，我是慧香，就不用晚到。我是因为朋友丢了一个讯息给我，然后我就来了。那其实我不太清楚今天会讲什么样子的议题。敬请期待，一定给你一个充满想象，然后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因为刚刚很多人都用到那个想象这个词，后面请。就是大哥，你没有要自我介绍一下吗？我要先讲一下，我叫叶阿水，我是替礼拜五的叶阿志工。以下我要共享福利者，有一群人，因伫十七年前，伫考试界代表甲红人陈宇姐阿爷，鼓励之下，伊有成立一个伫台中成立一个破猫砂的合唱团。这十七年来，因人来来去去，但是一直坚持一点一个理念，就是讲，因为这个合唱团，我即上就是唱同歌谣、同歌。所以电语言的歌，也是国际外的歌，也是小台语的歌，哦，因这个人的歌，因拢有在唱。包括我记得这个郑智仁先生的歌嘛，拢医生的歌嘛，拢有在唱。啊，因在伫咧这个礼拜，
礼拜日有时间，伫咧暗时啊，七点到九点，伫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向上教会，即个所在就是伫咧迄个向上路孙立平纪念馆的后壁遐，后壁面遐，吼，因要来举办一个17周年的演感恩演唱会，吼，啊，因遮拢大部分拢50岁以上的人，所以因真了宣传，啊嘛真了做其他的表达，啊，但是因唱了真，因都唱歌真好听。我本身我几下回我拢有去甲听，啊，希望大家少年朋友也有时间的时间，一天礼拜有时间，暗时啊7点到9点来到向上教会来，咱来分，因会唱真好听，台湾歌互恁听，好感谢。哦，所以对啊，有时候旅行都去认识不一样的新鲜的那个他嘛。那但是有时候别人都会问说你从哪里来，你怎么样介绍自己？或许有时候也可以去透过听这个在什么教会的17周年的经典到准。用熊道会，向上教会。好，向上教会。OK。以孙立人纪念馆那边。哦，孙立人纪念馆后面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请后面的朋友。晚安，我是何俊雅，然后我。规则舞是一直都有兴趣来蛮多次的，就是今天去到撒哈拉，然后旅行也有很有兴趣，所以就来了。谢谢。大家好，我叫陈宇轩，那我是今年政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那我现在在附近的区公所当替代役。那我想要来这里已经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空，所以今天是我算是我第一次来好办这个空间。那之前大学的时候已经参加过很多次的折舞的活动，那这次算是在台中的第一次，谢谢大家。居然很近就欢迎常常来，是在西区吗？北屯哦，北屯也很近。大家好，我是玉芳。那我今天会来，我其实来蛮多次折舞的。那我今天会来，是因为我想那个，因为我平常也蛮喜欢旅行的，我想看看怎么用国内学家眼光来，就是有诠释，还有看他旅行的过程这样。谢谢，包括我自己。今天很神奇，我总觉得那个麦克风一换到手上，声音就变比较大声。然后我现在在做交换麦克风动作。Hello， 大家好，我是 True， 然后。True 是真实的那个 True 吗？是，对。然后，其实我对这个演讲题目很有兴趣的是人类学家这个，因为我之前在台中有参加过一个影像实验影像论坛，然后就有介绍到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在处理的一个问题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传说，就是说如果说你到30岁还是处男的话，就会变成魔法师。然后呢，就是一个漫画，对，然后。就是他做了一个作品，然后魔法师的作品，然后他探讨是他的，画 A 漫的漫画家哥哥，然后已经快到30岁，快变魔法师了，然后他就是用影像记录他，然后就用一个人类学的角度去探讨说这些御宅群他们如何没办法进入社会的体系之下，然后创造出另外可能2元3元的时空内，然后找出他们自己的归属感跟。他们翻转这些在社会的印象，这样就他们不一定是在社会上失败的底层，直到30岁还交到女朋友是处男，但是他们可以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变成魔法师，对，然后就是他是用人类学的角度去探讨，然后又很有趣，对，然后那个艺术家叫张立人，对，所以我就看人类学，所以我也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对，谢谢，谢谢，哦，原来人类学家的视野是这么不一样。因为刚刚其实大家很多人也是冲着人类学家来的，所以等下可能开头的时候也可以请蔡老师他自己跟我们讲讲他自己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那个感受。那麻烦请坐。大家好，那我叫刘佩宇，我现在也是就读暨南大学的人类学的讲学。那今天这个活动也是由老师推荐的，那本身就对折舞的活动有兴趣，可是人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就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好，那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其实折舞都会有现场的一个直播，所以如果那个你现在正在那个电脑前面的朋友也是可以，我有漏掉人吗？这样子，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是直接我们有 live 直播，然后事后也会把今天录影的一些片段好把它上传哦，都欢迎大家上网可以去搜寻。大家好，我是于晨，然后我是暨大人类学研究所毕业的，所以今天很开心看到。
多暨大的朋友，我们可以开那个校友会了，这样等一下结束。对对，然后也看到很多对人类学很有兴趣啊，所以我这边其实也想要推荐一下人类学，就是大学通识课文化人类学，大家可以去修，非常的有趣。对，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要进修的话，可以选一下人类学研究所、哦。我目前现在是暨大东南亚学系人类学组这样子，我那时候还没有毕所，对，不好意思。对，然后我也是刚从那个上礼拜是刚从泰国清迈参加旅行回来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刚好回来，然后这个题目又出现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有点兴奋这样子，虽然现在很累看不出来这样。对，然后只是觉得说旅行从来都是为了自己，所以去旅行就刚刚有朋友说到，就是看见不一样的自己，或是更加去了解自己。对，但是有什么样的态度是我们可以再去学习再去思考的，我觉得是譬如说是欣赏他者的文化，或是怎么样去欣赏他们这样子，然后有什么态度是应该我们要注意的，可以再思考一下，谢谢。好，因为想讲旅行要入境随俗嘛，我们这边好像还有我们的好伴的榜样，这边可以来跟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空间，还有介绍一下他们在可能在做的一些事情。往前一点。大家好，我是家人。然后这麦克风好像真的对啊，拿到我手上都特别大声，还是因为就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所以就把它贴在下巴上。喂，好，就是我是家人，然后我跟佩吉一起经营好伴这个空间。那我们这个空间主要是在做一个共同工作空间，是提供一些可能个人工作者，就是创业团队，他们会租一个空间，然后在这边一起办公，然后互相分享。那一楼部分也会变成是活动，所以像每个礼拜五的觉悟都会在这边。然后可以宣传一下，因为有很多同学嘛。那明天就是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个青少年的就是选举的一个活动。对，然后其中台中只有两个实体据点，一个是在仁本，然后一个就是在好办。所以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时间，就是你们只要带着身份证，然后就可以来这个空间，然后就可以投下你真实的一票这样。因为这个活动是想要去推广一个概念，是所谓的公民参政，它应该不只是20岁以上这样的一个门槛，应该降低到18岁的年轻人也可以一起去为这个公民社会做一些努力。对，所以欢迎大家明天可以就是你如果还没有投票权，那你明天可以先来这边看看投票权。OK， 然后那边有个粉丝团，叫做，糟糕了，叫做18开始。投票证。OK， 谢谢啊。Again， 投票证。投票证18开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这个八个关键词。那我们后面是不是有个小朋友，他说他要自我介绍一下？妹妹。好。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边跟大家认识你一下？不可以讲太久，10秒钟哦。好，没有办法唱歌哦，先大家 say hi。大家好，我叫做陈依琳，我是翠儿的雪儿。我来听一下大家在做什么啊！好，谢谢，我给他点掌声，好不好？我就想说，我刚刚就聊下去，就笑一下，他就说好，没问题，然后让大家认识他。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可以从小开始，包括参政这件事情，就像刚介绍的部分，也可以从小开始。小姐你好，那个我们现在是自我介绍时间，我通常不会有这么忘记。简短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差不多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老师的一个正题，十秒钟。我姓廖，叫方淑，跟爸方淑也淑。然后我对折舞的了解是在学运开始的，然后我才知道说，如果有那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公共议题，或者是一些公益的NGO 或是一些团体，然后会在这里讨论，然后或者是说他会分享很多一个空间可以让大家来利用。那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我们今天的主持人翠涵，然后也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今天的组长邵老师。那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两位。